配的伤害才40，这个伤害有60啊！我撞，我撞。咦？叫我想到他怎么进来了，起来吓你啊。来，听说你需要这个白痴哦，来剥皮啊！没石头，我去你的！好多没有，没有去喷灯躲。那我刚才走从上面下来的。困啊！要睡吗？睡了。啊？赞哦！我们换成全部，我只能一个个做。不过我想说，怎么强击屏那么快就用完了？原来是只做了一个，还有29个没有做。
么弄我？你为什么弄我？杰瑞十一次，快拍！起啦！可以抓了，啊，可以抓得好，哎，龙之抓抓。啊，都没大小金哦，这很烂哎！这什么烂任务？真的哎！还骗你是一次力竭，骗！明天晚班所以再看哦。哇，对啊，只是。好奇问一下，因为还没开，之前还没开学，我人数都蛮少人看啊。嗯，最大更新，但没大。有机会哦，再打。等一下快捷哦，等一下我把它调成全部。我靠！我现在最缺的是那个巨魔的一般风飘龙，我超缺。风飘，我要它的光滑的，而且要很多，估计要五十个吧。为什么每个弓都要？每把弓都需要用到。又被丢包了，你好，你好。黑龙鸟小金，那我吃小型吸引油算了，不是小型吸引，是环境生物啦。哦，那我就随便了。黑龙鸟在哪里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在这里，我就在这里啊。哦，憨鸟嘞，憨鸟嘞，应该是在八号吧。
他会不会小到看不到啊？可以，就是憎恨鸟有没有？憎恨鸟，我操！然后攻那个模组攻击判定是一般的黑狼鸟，快疯了！奇怪，怎么憎恨鸟在飞，我却受伤了？不在这哎、欸，没有，没在这，应该。这个捕食痕，挖一下。找到喽，哪里啊？来，请飞十一号营地，跳下去就可以喽。落喽。光明弹。到了。没有啊，红色在这边啊。快点！妈，我在研究蚂蚁怎么那么多。都可以写一篇论文嘞，拜托。啊，直接扒了。我怎么看不出来他很小只啊？我被那尾巴卡住了。还有。差一点点，我干嘛？睡了。嗯，撞哪里？撞这里。左边吧。水不错。没有，刚刚是整个快躺下去再玩，那突然就是画面整个是灰的，看不到哪边是哪边。你这样打属性 有加成不是吗？因为我吹那个属性加成 up。有啊。对啊。所以我很爽啊。哎呦哎呦，差点就落水了。我来我来。好。啊，你来你来。
接了十，我连接极品都有60嘞、欸！你吃完那个之后超猛，而且我这个还没有升到最低，所以还可以再高伤害。来跑。送啥？阿仔，哇，对比鞋子的。还会转可以刷了，好。啊，没能帅气闪光，可恶！然后像上次一样，闪到很灰。有梦想。啊，有了。打三只至少不是我中毒了啊！不是说你无敌，你把那个切了就不会死。你那边中毒，三颗钻了。呀、yeah! yeah, ，小金，好啦，至少三场的出一场还不错。对啊，有出就该偷笑了。对啊，啊任务没了吗？没了，可以再一场。那直接去睡觉了吗？可以再一场，可以直接睡觉。那我就剩。我就剩一个黑狼鸟加毒妖鸟的，好，两次力竭倒下，生命保险，任务是他吧？你是任务还是卖东西的？哦，任务的。HTT 干嘛？没有干什么？啊，接错了啊！我在用
探险队。酱高萝卜油。啊，回来，讲话用那种京剧讲话，然后手往前伸一个步嘛，然后头转一圈。HTT 啊？京剧你不知道什么？啊，我知道啊。嗯，对啊。啊，你要不要走啦？等一下，啊，就不是我、啊。你要不要走啦？啊，就不是我啊。你要不要走啦？啊，就不是我啊。都走，都走，吃饭。都走，都走。看我脸上怎么又长一个痘痘啦？都长，都长。看，惨呢、欸。你们水喝真的超多、欸。你明天会去看啊？就是有皮肤加小儿科。不舒服，血便全身酸痛，刺痛刺痛。之前最夸张了，快回来陪我练了。之前夸张到就是那叫骨流感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感染到骨头去啊？就是我骨头碰到都很痛。我是有遇过客人有，可是我从来没有骨流感过。我想知道那感觉跟一般的感冒差在哪里。我要到了。就你看到他畏畏缩缩，缩着肩膀那边走路。怎么听起来像个猥琐的人？嗯，曾志伟，罗老师。哦，哪个先？先打谁？毒药鸟。可以啦。啊，有人有大小金吗？可以。毒药鸟小金啊。哦，好、啊。敢跳吗？跳。跳吗？啊，不打完吗？也是可以啦，看你啦。对啦。啊，不然跳啊。不然你那次出大金的机会也很高、哦。下一场，那跳、啊，那就不吃饭哦，进来再吃。我已经吃了说，我也吃了啊。所以说，等确定有大金，我再吃了再上。吃了再上。我还有另外一个是13次的，13次20分钟。哎呦，20分钟也可以耶。有13次的，那个死两次的吗？我是有单一的死两次。啊，50分钟吗？看一下、哦，越坎坷越好、哦。还要越坎坷，我只要注意几次而已。明天看状况再来开台，开麦快吧。哎、欸，你明天有班吗？我就是没有上班啊。哦，好。还要叫你来陪我打、啊，你又没有。哦，哇。好哇、啊。要学讲讲好不好？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不过，杂草丛生的大，20分钟。哎呦，我有数哟！大家这边刷完刷你的，来吧，进来吧，我接。好。好。我的还有两场啊，先把它刷掉、啊，都没有的话就直接跳了、啊，不管了。反正不缺他的材料。我也开启了赛亚的模式。多赛，几不赛，赛。哦，要多久？我说我怕吃这种糖粘牙粘到牙齿会被粘下来。对，我讨厌。最近也怕哎、欸，麦芽糖。真的，麦芽糖有够粘的。怕吃麦芽糖吃到牙齿跟着麦芽糖粘下来。所以那个老一辈都说给小孩子吃。哎呦，啊，大金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不是赛亚人呢。啊，他数据会跑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普通，连金都没，雷影都没有。那就离开了。出去吧。就最后一场把它刷掉吧。嗯。不是我一下来看到是黑蓝鸟，可是数据显示是蛮恶龙。What the fuck？ 他太蛮恶了。真的假的？
温泉银猴通通都是迷你，是啥小？哦，没有到通通啦，一半都是迷你。哇，那个是什么会抓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温泉的。我知道、啊。机会锁。机会锁的、啊。之前那个 S 就有说过。还有贴，全都是。来吧。进来吧，进来吧，快点进来吧。卡啦。要多久？卡啦。哎呀，直接卡。哎，我显示我好了啊。啊，你要问我的网络问题还是问我的电脑问题吧 ？HDT 你要多久？拖死我！哎，我感觉到了大金毒妖鸟，原来是预知啊，还是预感来着？嗯，哦。已经可以下载了。嗯，那个之前你说那个、啊、魔猎人手游、啊、哦，我不会想玩、欸。我还好、啊。金，谁啊？他只显示金而已。黑狼呀？大金吗？大金啊！对，大金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小的会显示迷你。哦，啊银嘞？银就是银。他没有大很小，嗯、就一。我们两个的任务反正也不重要。嗯，那先打两只。嗯，先把这。对的。对不起。把这杀了之后，就再脱离任务就好了。被麦芽糖噎到。毒妖鸟应该是两分钟的事情，我来去杀。不是啊，我们先打死他，毒妖鸟打失败，我们还是有那个奖励在啊。杀过他就有那个更新了、啊。对啊，所以说打完他就可以脱离，然后也是可以啦，是可以的，或者是继续打也是可以的，就是继续打吧。那是毒药鸟，一斗猫有。我看那个人，那个一拳超人，不是有一个外星人，整天只会讲一斗猫有，吵死了。哎，你的头很大、哦。啊，你们怎么都听得到他叫声？好羡慕哦。哇，他真的很大只哎。他头超大哎、欸，直接撞了吗？撞啊！哎、欸，他头超大、啊。没有哦，我来了，不懂你撞超级。头歪跳，就直接撞啊！再撞一次，我才能吹。我怕他撞我。不行。没关系，不急不急。我来了。好远啊！帮你 up up。有感。哎，困！给我死，不要怕。好，抓。
飞燕还巢，蹦出一个飞燕还巢，飞燕还巢，飞燕还巢。他居然转弯了！哪边还要软啊？你们，哦、我都软，我尽量软。我都鸟。苦来。脸。不可以长得这么漂亮。我在哪里？谁是我？怎么了？我刚无聊拿龙子一直打他头，只有两个伤害而已，他头超短。可以刷了。好。哎、欸。然后那是要有了。毒药吗？还是？毒药啊，把他杀了，准备杀一杀。啊，开红。怎么了？来不及，他开被开红。凶残哦！乖乖的跑过去吧。这蛮乐也小小只的、欸。没有哎、欸。好像不在这。还是在他家吧。还有凶残龙。还有凶残龙。哦，大哦小凶残龙。小凶残龙。我到了。好，等他，我等他们。哦，丛林始祖鸟。要飞哪棵树？不飞，我抓你喽！我这里。我飙！我飙！我飙！都到了吗？到了！到了！到了！不要不要不要！飞那干嘛？
到，好像到了。这可以吗？啊，软完了，好爽！哇，有水，要直接上哦，有落石哦，那落石没找到，水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刚好躺歪。好，我用霸凌的概念啊，挂掉了。嗯，来换我。他是可以抓着的。好，来不及了。在睡觉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提醒我们？哎、欸，我看不到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刚没看到他可以抓哎、欸。17%，他17%就能抓了、喔。对啊。你那么在闪吗？你那个？我没有在闪啊。你是不是给我？哎、到底是哪个赛亚人有问题？假的赛亚。哦，你是说血量微闪微闪哦、喔？对。哦，刚刚被蛮恶龙盖过去了，白痴、喔、哦。刚刚蛮恶龙盖过他。原来是蛮恶龙害的，我以为是布马害的。哦，布马。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只会闪光弹而已。啊！被丢到。哦，八蚊子，小心魔物。喂，有调查报告、啊。都你，每次都是你，讨伐飓风永远都是你。好爽。好了，黑狼鸟毕业了，感谢。对啊，还蛮快的，想不到今天一场那个没几场用完了，一次搞定。好，明天换另外一只。壁毒就很，壁毒也很难啊。哎、欸，壁毒还好哦。对啊。冰鱼壁毒比较少打的这两只。蒙牛啊，我蒙牛也几乎没有。那你去休息吧。嗯，蒙牛我是打浮空龙任务刷到的。我去收台，明天见。拜拜。雷狼也没大吉。我来看一下我的。好了，感谢今天的收看，今天真的体力有点快不行了，但是还是坚持开完了5个小时，拍手拍手。好啦，感谢今天观看挂台的大家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还有今天赏欣赏跟支持的人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，大家拜拜，那晚安喽，哎呀，安晚安，小鱼山哦。牙齿要被粘下来。